作家产容易赚吃难，是福建农村流行的顺口溜，反映有钱人起大屋越起越豪华，相反农民连搵两餐温饱都好艰难。中国人蛇绝大部分来自福建，是因为农村贫富两极差距日益恶化，农民要靠偷渡出国打工才有出头的一日。现在你去水道有困难啊，那富的人到家里又丢在水啊，他一个人打一个井啊，没有富的人我们几户才一个井啊，就是几十个人在那边去的，哪里有井水那么多，因为很少没有下雨啊，地下的水都打光了。农民林瑞莲有一亩二分耕地，一家四口住在福建省福清市近郊一条村庄。十年前开始，林瑞莲已经放弃耕种，将大部分田地租给人养鳗鱼，只是留下小部分用来种花生和蔬菜。原因是单靠耕种的话，连两餐温饱都没办法保障到。都不想去种田，比我再穷的人都没有钱去种田。像以前前十几年的时候，我们这里的就是村间计件。现在这个农民很忙在田地种田，现在就干小麦的季节，现在都没有人去干了。在这里都是荒地，你看都普遍都是荒地，就是他这个人肯干一点，那哪里有人去种田啊？像我那个小孩十二岁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这个水稻就是说大米啊，大米现在都没有看到，他都不懂这个大米怎么插的。八十年代初期实行至今的土地承包制，一度令农民收入迅速提升，福建省是最早一批落实城乡发展政策的地区。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和大量兴建基础设施，农民分配到的土地越来越少。我们一个人口啊，只能分三分地，三分地全部都干了，一年两季收六百斤是够多了。你看有没有够不够吃？一年一个人吃六百斤，怎么够吃的？这农民生活最低。你们如果现在打工打的30块，我们会买大米，会买半包，最多最早要买半包，是不是？你如果你去种田啊，又不要施肥，又不要那个农药，又不要功夫，我们倒不如去做工。我们能干的10天的工，最低会赚300块钱，300块钱的买大米的一个也去不完。今日城乡收入差距越嚟越大，福建省去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接近10000元，但是农民人均收入只系得3700元，远远追不上物价的升幅。现在比以前好，是确实是比以前好，确实比以前好，你跟不上社会，你闭路费、电话费、电费，你跟得上吗？那个煤气费你跟得上了，其他的物价非常高，穿衣服这个理发、洗澡、香皂、洗发水，这个哪里来的钱？你说，你没有去靠那边去打工了，或者怎么捞来的钱？单单靠田地了，哪里来的钱？像我这个家庭最少有8000块，一年这个不要生病了，不要大去排骨的，煮了一个月才能吃一两餐了。你不要多去了，多去就不止了，鱼了就不能吃了。以前的小时候我们这里的生活比较平静，现在就是差距的很远，差的非常远。这个可以啊，他妈吃这个菜，你有的连茶米都买不进来，那有的人几千万几亿都有，是不是？那句话太厉害了，高是高山，低是低海。
咱打个比方，我们上市会钱他赚不到，如果我们有一天会赚上市会，我的生活就保障，所以我就不许这样。农民种田无法维持生计，即使想出卖劳力去打工，亦要同外省民工争饭食。在福清市市区这条街，每日都有大批外省农民聚集在这里找工，他们都是从四川走到来福建碰运气。四川啊，老家也有工作，老家主要是那个，哎呀，工资太低了，什么七七八八的，种地又活不来，上交款、提牛款，什么七七八八加起来，还有什么提牛上交，还有什么那个农税，什么七七八八加起来，到一两百，种地一年亏本，不见一般，也不那么好赚了。现在有的赚了，拿不到钱了。要怎么打算了？找有什么打算？回去就是种的，在外面打工。老了以后慢慢的在家里就是种一点地就可以了。农民日出而作，好天晒落雨淋，万一遇上天灾失收，更加血本无归。一年到头就是个花生咯，其他都能不能卖钱了。去年摘地瓜白去了，去了毁掉，去了一百多块，全部都没有了，收掉了。一年大概花生掉几百块了，卖了几百块，几百块。前年卖了五百多块，通过税收还去了四百多。你说还有钱剩没有？洪老伯今年65岁，住在福清市市郊另一条村，一家五口20多年来仅靠两亩耕地为生。哎呀，讲不清楚，这个讲得清楚。当农民现在形势是这样子，也只能干农民，会做什么？当农民的就苦，就是苦了，不欠债的马马虎虎过，有欠债的就不行了。农闲时候，洪老伯要靠帮人抬砖头赚外快，而洪老太早年亦要靠卖血帮补家计。洪老伯的大仔失咗业几年都找不到嘢做，而家全靠以假结婚名义到日本打工的大媳妇赚钱养家。没有假结婚，没有高中毕业了，我怎么去了？在家里没有工干啊，去厂里面一个月赚了几百块，有的有要你，有的不要你啊，剩下干农民都是老头子，有的那个年轻的他到面到处溜啊，不去偷又是抢啊。种田没办法找到食，为了帮补家计，每当附近一带村落有人出殡，林瑞莲太太都会充当临时乐手，每次赚到10元。但是她的仔阿强就很不喜欢妈妈做这份工。不是不是的工作，啊没有啊，是什么干的？妈老鬼呀，没钱赚。赚多少？10块。10块，一天都不够，都不够用。因为他没有钱，有钱出不去，没有钱不要去。家里困难就要去，因为小孩读书啊。
中国内地现时拥有100万美元资产的富翁人数超过23万，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，但是全国同时就有30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。没有到外国去打工，根本上不会盖到那么好的房子。我住这个房子，你大米去都没有，他们那边盖了那么大的房子的，我这为什么眼不红啊？将来香港开放，那当然我们一排一号了，我们马上就冲过去了，在江里会饿死的。我如果说我这个隔壁砍掉一个隔壁，拿20万我都会砍掉啊！这个你拿20万，我马上给你砍掉啊！钱了就没办法了，没有大米去就没啥哪个办法，你就过不去啊。哎呀，中国大陆黑虎扮演，你看，那个每个村干部都发财了，那个农民都没钱了。比如说那个计划生育放款的什么钱，都被他掏在自己的腰包去。找后门什么？只有你有钱哈，到呀村支部里面哈，什么都办得成。就是这样，没有钱，你就是本来应该办的事情，他也不会跟你办的。农民冇财冇势，是最容易受欺压的一群。西边这个一条，东边这个一条，这个远古的，这个现在全部用大陆给它围起来。在福清市市郊，农民林宝华呢间屋有20几年历史。屋前原本有2条引水道直达河边。去年一户有钱人家在他间屋旁边起了栋5层高的新楼，这栋楼刚好将林宝华屋前2条引水道堵塞住。前年林宝华同他堂兄弟3家人一起住的这间屋，有近1/3被雨水冲塌，到现在都还未修补好。林宝华很担心现在引水道被堵塞之后，他间屋更加经不起风吹雨打。最害怕那个水灾一下来，它现在变成2头都没有水沟了。他的房子高，我这个房子低，我这个后面还有10多个人。如果房子倒塌，对我来讲没关系，就是对我们的家庭的生命安全，我们有关。林宝华尝试过向当地多个政府部门投诉，但最后都是石沉大海。已经跟大陆讲了，大陆讲了起码有几次，我们告状都告到湖清局了。他胡金派下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好啊，给我做了。”哎呀，一下子，他那个胡金讲好了，这件事路都不能卡死的，哪里原始的路给他围起来，这个不行。他最好拆红包了，走后门了，他变成像这样的下场。中央都是还可以，是不是？跟你讲心里话，这就是上政策下威。冇钱同人斗走后门，村大队又只是见钱开眼。林宝华唯有将佢年老的妈妈搬咗去第二度暂住。今年是干旱，如果那水旱，我们这个后面几个人都不得了。现在感到我哭也不得，没办法，只是说哎呀，埋怨我没有钱了，没有钱就变难好欺负了，有钱哎没关系，有钱他塞红包，我们也塞红包，是不是也不怕的？住在另一条村的洪老伯，孙女2年前出世，村大队指他的仔和新抱没办结婚证，罚他20000元。刚刚生一胎都给他罚款了，有的要2胎都、3胎都没有罚款，都没有抓。你说现在什么世道啊？我说30岁结婚了还要罚款，嗯。他说一个你没有结婚工犯法了，他整天那个叫我那个罚款，钱拿出去那政府里面去罚款，我不拿出去，把我老头抓去了。洪老伯认为村大队罚款不合理，坚持唔俾钱，结果足足坐咗1个月监。坐牢坐了一个月，又大31天喽。最低档还给他拿了620咯，还要给他扫地倒六桶啊。
现在共产党讲不清楚，越来越乱七八糟了。民不与官争，洪老伯最终被迫妥协，交了接近20,000元罚款才被释放。去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达9%，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突破1,000美元，标志着中国步入小康社会阶段。但是繁荣的背后，农民又可以分享到多少经济成果呢？对于林瑞莲一家来说，国家9%的经济增长就不及得上他们在山上执到的一架三轮车来得实际。为什么要捡这个？拿回去了。拿回去卖。这个也没有罪啊，这个是个心肝里的，有捡的吧？这不是掏的，也不是抢的吧？值多少啊？这个不会值钱的。不会值钱。最多这个值30块，这里算车不算，车几十块了。不会发罪。国家经济越发达，贫富两极化的现象就越趋严重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，全国城乡收入差距2002年高达5至6倍，贫富差距是全世界最高。解决农业、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从今年起，逐步降低农业。中央今年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首要解决的工作。降低1%以上，5年内取消农业税。农民既要担心两餐温饱，最怕的还是生病。林瑞莲的女儿7岁的时候患上血癌，要换骨髓才有机会康复。15万一个疗程要做4次，总共要60万。林瑞莲全家仅得6000元身家，用晒做医药费之后，没钱再帮个女儿。结果女儿在发病1个月后就不治。就是还不起，也留不起，所以说你借也不到钱，所以说这个白白让他死掉了。嗯，心里很那个，很惦记我，那个很喜欢他。一般我们这个喜欢死的都这样摆啊，这不是帷幕，这就是嘛，就是这个。女儿死了3年，林瑞莲夫妇一直没有钱帮她安葬，只是草草将女儿尸体埋在山边就算。我还记得这个方向，这个记得这个边钢条，那不然的话她不都会找到这个。我女儿很听话，以前去山上走了就有痛多的吃几年的水就有。有钱的话当然会，现在还会活的。如果有15万钞票，现在就会还在这个世上。妈妈，我们这里也有得到这个病，有的有钱医好了。农业部表示，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,500,000人，每年新增劳动力600多万。福清市农民的收入已经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高出接近1倍。福清市一带几乎每日都有新屋建成，绝大部分是居民靠偷渡出国打工赚到的。但是世世代代为农，已经不再是中国年轻新一代的想法。想不想当农民？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，
在我们中国那个农民是很穷的，没有文化，又要在田地晒得黑黑的。那你没钱就不能说我的坏话。我想将来当一个发明家。发明家可以发明，如果我们中国农民也像美国那样子，那个机器要多些，也不要用那个锄头。有没有想出国？没有。去借钱借了，出国赚钱再拿，先寄回来。如果赚了一些钱，不寄回来，慢慢的还。把那个经济搞好，也借就反正比他们高一些。